到手哦，先不不保，不是先开始啊，外面彩虹妈妈赶快哦，小姐夫啊，你的驾驶在你的手，小杜，这外头一个机长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机长来带出我们的欢喜，好不好？哇，来水花姐，啊，我们现在水花表姐在在人家现在的正处保保如先坐在那个，好，那边有那边来来新的那小姐姐坐在旁边，好嘞。
是应该非常的有点紧张。阮是彩虹妈妈，你若看到我拢穿咱的彩虹娃娃衣，阮一个礼拜我拢去校园去接触遐个囡仔，去甲因分享上帝听。我是彩虹妈妈，我知影阮对上帝也受真多真多，阮对上帝也受足多的听，所以阮愿意进入无同款的校园，无同款的所在，去甲遐个囡仔分享，有遐个囡仔知影每一个生命。拢是特别的，每一个生命，伊拢有特别的创造意义在遐，伊拢有伊的尊严甲价值。阿姐，你今日甲我讲，可能我是有意，才去做安尼服侍。总是阿姐，因为拢唔知，其实伫阮遮人，阮遮的姐妹内底，有人在上班，有人工作真无闲，伊拢是半时间来做遮服侍。有人可能因家有养我的妈妈。需要来服侍伊，有失职的爸爸需要来照顾，后身体欠安尼，感冒时阵，阮幼儿愿意出来服侍这个细囝，无因为啥物话，因为阮知影，阮对上帝听受足多，阮愿意奉献阮家己，阮愿意永远服侍上帝。这个世界所有，不管是创造的囡仔、妈妈，任何一切那个机会。真正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我愿意奉献我家己，无论我伫叨位，无论我啥物技术，让我一生永远来服侍你，咱做来唱心愿。Thank you.
时间，不管你是有能力还是无能力，我相信迄个愿意的心比啥物更重要，做到上台的事比啥物更重要。而且邀请咱的姊妹，无论咱伫倒位，无论咱啥物的经历，咱愿意为主来服侍咱的人，愿意为主来做精兵，愿意为主来做老婆，愿意为主来服侍。邀请咱的姊妹，最后再唱一首《情歌》。